唔少父母都会为小朋友剪头发，陈柏宇都唔例外。琴晚佢喺社交网站上载咗为女儿 Abigail 修剪刘海嘅照片，相中见到 Jason 一家三口屈喺厕所里面，女女坐喺妈咪傅晓薇嘅腿上面 ，Abigail 似乎好惊，一直合埋双眼。其中一张相仲见到佢嘅面容皱成一团，未知系咪对爸爸嘅手艺冇信心呢？事成之后，佢获得唔少网民称赞剪得几好。而剪完头发嘅 Abigail 咧，就同妈咪一齐唱歌。不过佢嘅歌艺咧，就被妈咪笑系淡仔姐姐啊！